要像古时候这样子修道，那谁来养你？不可能吧。我自己的经验很简单，我从退休以后开始想办法修道，每天就闲闲没事干。有时候我的同学问我，我就说：“哦，我现在很忙，忙得怎么不忙？”所以每天就没事干，每天一件事情就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排开一切，办不到。每天你想排开一切，一切东西都要跑进来，就是、修道的最困难的地方。哎，已经搞了八九年了，我对器材稍微有点认识，但是哦，原来气在身体里面是可以这么跑。然后才慢慢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古时候的祖先还是有留下一点记录。气的修非常重要，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观念就是，不要乱动它，无为，不是无为，王为，无为跟王为有很大的差。你气来了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们哪一天来教这样动气。气来了，如果你跟着气跑，你就被它带走。你如果去用气，那气就变成奴隶。你进不到更深入的境界。人就很怪，练气就是要怎么样？练气就是要看着它，专注的看着它。我们刚刚有提过，世俗之间的专注重不重要？有道理，非常重要。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科学专业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学，比如说以前我学化学，化学可以讲到已经在西元十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说苯环了。我们现在芳香族的基本叫苯六的碳，像一个乌龟壳一样，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。那是已经化学家已经分析苯环是六个碳的构成，然后它的组成奇怪，六个碳六个氢，这在当时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六个碳六个氢怎么去构成一个结构出来？结果这一位科学家 Kepler。他左思右想，左想右思，天天就是看着那个数据，东想西想，想半天他都想不过。这样搞好几个月，每一天就把那个实验数据看到底有没有错。结果到了有一天晚上睡觉，他一躺下去，看到两条蛇在那边转圈圈，他突然跳起来，哎呀，原来苯的结构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一个六环。后来很多人就去访问很多科学家，你们这么聪明，可以想出各种理论，怎么想？各位怎么想？科学家聪明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就是一个解释，专心致志。我看到那个结论很有趣，很多科学家都说，我们没有怎么样，我们就是整天就想这个问题，想不出来就丢掉，现在想不出来要丢掉，可是它一直在我们心里面转。我就是不放弃，我就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，然后我就不断的去从各种角度去想它，去收集资料，去洗，去那个。通常答案在什么时候出来？不是你认真想它的时候，通常答案就是叫做灵光一现。有的人搞不好就是走一走，跟人家撞一下，哦，答案出来了。有的人喝喝咖啡，哦，答案出来了。专心致志。哎，我们曾经上过一点，在这边讲过。孔子的词，
我真的相信孔子的情感。孔子看到的是什么？即便是一般平民，你每天在那边认真工作的时候，认真工作就是勤劳。在那边想东想西的，修不了道。认真工作的时候，心智专一，人就入道。但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得到。你如果不给自己一点经验、一点机会，你就会一直走在那个世俗的路上。我讲一个佛教的例子，你看例子都是一样，都是非常接近。那个谁，那个永嘉大师之前那个是谁？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。那个故事是这样：有一个人呢，他是铁匠。就铁匠呢，有一天他因缘来了，有一个和尚经过他旁边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你适合修道。”他说：“啊，我说每一天我不打铁，我就没得活啊，我怎么修道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你就打铁就可以修道，你就可以求佛修。”他说：“那怎么做？”他说：“很简单，念佛法。”怎么念？你不是打铁，不是要打铁吗？那个锤子拿起来这样敲吗？每敲一下念一声佛，所以你就专心致意做你的事就好。但是你怎么样把你的心思集中？每敲一下念一声，他这样搞了一年了，不打铁。开始天天静坐，那一位和尚后来就得到了，化身而走。这就是讲一般的，所以不是只有古时候的人认为管理者才可以修道，不是日常生活就可以修。所以我们讲为入道进学，那一般人没办法，你要没有人养你，你要养自己，对不对？除非你老爸很有钱，对一般人老爸的钱也是有限的。现在的人更可怜了，我现在在讲，各位要注意啊。比如说很简单，有一天嘛，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讲，你现在因为我的年龄是已经快要到退休了，我是算是早早觉悟早退休了，但是比那个严老师悟道的比较晚啊。严老师早早就在悟道修炼，我是很晚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很多人不注意的，你每一天都要运动，每天都要修，为什么？当一个人不能懂得静安养院，我们现在的人很少想，周边的人都要出钱出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先不要管出了起出不起，我们要想这个人不能动，需要有一个人来照顾。如果按照法律，每一个人只能够工作八小时，一天24小时，你要三个人照顾一个，每8个小时就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就有3个人要照顾这个不能动的。可是按照我们的最简单的规范，晚上班一般是2班，夜班是2倍的薪水，所以等于是4个人。这4个人来照顾一个人，这4个人，对不起，他是以这个为工作的话，他还要养活大家。所以一个人不能动，这个社会要动用4个人去照顾每一个人，一共是要养。如果以这个社会的角度来看，都这5个人就是为了使那一个人活下来，他是没有生产，
这个本钱多大？你其他你做别的事情都有生产，对这个社会来看。所以那些我常常在路上走，进到台北市的公园，我看到一堆老人坐在那边，要不然就在那边保钓，要不然就在那边没事干。我看了，这个都是对这个社会越来越大的。年纪大，不要忘了运动，不要忘了吃饭，不要让自己变成自己的负担，也不要变成社会。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虚的，它本身就是虚的，因为对于集体有益。所以学者之意，老了你还是要看他学一点什么东西，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会好一点。标题就是未入到进学，那小孩子更不用讲，怎么样教小孩子专心一致，这就牵涉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儿童教育、小学教育，不能够再用打骂教育。你要怎么样出去辅导这个小孩子，影响这个小孩子，让他的好奇心、乐趣心愿意来做。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一点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要。